北埔镇的一康道，这水是哪敢有够急？你即摆吼，我都过来啦，在收沙啊！这个查某人徛对岸，警消赶紧甲讲。水门老胖啊，我都，你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台中石岗啊，北埔镇这个查某人是做事做煞，要返去厝，结果发现讲北埔镇这个水流了有够急，伊烦恼讲要过出一挂先报警。遇到八堵郡义龙道泄洪，人车无法通行，有姓女子向警消求助，警方到场后先行安抚有姓女子。这个查某人可以穿救生衫的安全帽啊，爬起爬啊过河，也不过伊是惊干的惊无缓。在周边做好安全警戒工作，待警消进行救援，经警消勘查后，决定绕开义龙道，在另一边水沟架设安全堤进行救援，并顺利救回刘姓女子。刚才伊嘛是成功通过，听讲因为水头的马鞍坝伫咧放水，即水才溢流出来，可能这个查某人无注意即放送甲相关的通知，结果差一点啊，怎啊掉伫对岸？民视新闻台中报道。